想起你，在这空空房间里，思念太细，在我们曾经的梦里，来不及说我爱你，却不得不分离，心痛到无法呼吸，只因你。可惜这样失去你。做子女的啊，别要求父母完美，父母也都是人，也都会不平衡。尤其是让他们为了责任委屈自己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不平。我跟你说的这些你都懂。哎，魏老师你行不行啊？魏老师你行不行？咱们坐哪儿啊？魏老师坐呗。那里行吗？魏民。魏老师，你行不行啊？魏老师，你醒醒，魏老师！哎呦，魏老师，你行不行啊？魏民，沈老师来了，我们合个影吧。再来一张，再来一张。戴晓彤，我在这勤工俭学，魏老师他喝多了。魏老师，魏明。魏明，别碰我！行行，回家了。得了，咱别喝了，赶紧扛他回家吧。回家，走了。别晃，别晃呀我！多少酒啊？把他扶起来，回家，快点。别晃我！对呀。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啊？记住我呀。喝多了，喝多了。你别碰我，你坐下。母爱都没有那么纯粹。哎，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沈老师，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就这么问他，你说，母爱里面是不是藏着一些见不得光的内涵啊？啊，记住，哎，魏老师，问题仅仅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因为他人意志而转移。我也和华伟林做了沟通，我说我和小薇都希望他成功。机会不是因为我们赐予，而是因缘接足。他也表示愿意用平静的心情接受机会，不再因为芥蒂于过去而退避。这不是挺好的吗？是不是？对啊，你没想到顾小薇她一大早和我严正宣告，如果不能固定于朋友关系，那干脆就相忘于江湖。这受哪刺激了这事儿？哎，老朱，你就没把你和华伟林沟通的事告诉顾小薇啊？他说和华伟林毛关系都没有。毛关系没有才怪了。我小事儿，
不是，我这叫敢于直面问题本质。你说顾小薇那厮啊，那被老朱给惯成什么样了，已经完全放纵的不成个样子了，是不是？这还的确是老朱的问题。这妖孽平时不就这样吗？一阵一阵的闹妖，你平时不对他挺宽容的吗？怎么忽然就想不通了呢？我害怕呀，沈宇，都等了这么多年了，再等下去就真的老了。行，老朱啊，我替你去做顾小薇的工作。哎，不，我跟沈宇一起拿下顾小薇这个妖孽。就是他这耗谁呢？他什么叫自己内心慌乱怕对你不好啊？这骗鬼呢这话，他就是欺负你太老实了。明白。那个老朱啊，实话啊，这都是欺负老实撩拨外边的，那个只要不伤到筋骨都不知道收心，女人都这样。哎，什么叫女人都这样啊？哎呀，你别矫情。你才矫情呢。不是，咱们不是在讨论顾小薇的问题吗？你说你多什么心呢？哎，谁让你说话捎带我的呀？什么叫欺负老实的撩拨外边的呀？什么意思啊？暴露你内心的阴暗面了吧？我阴暗啊？我都妥协到把华伟林请到家里当家教了，我还阴暗呢？合着你是违心的呀？不是，你闹了九寨，怕我揪短，所以才故意卖乖是吧？我还当真了呢，我还特别感动。天底下没有比你更佳的男人了。你别高腰吕洞宾啊，这么大人了怎么不知道好歹呢？我不是好歹，是谁当着媳妇儿的面拉着别的姑娘的手不放？你委屈了，借着顾小薇来骂我，我委屈了找谁诉去啊？哎，别，你们俩别干架啊！没事，老朱，没事，你坐。我们俩啊不会干架。你说我一男的，我能跟女人一样唧唧歪歪吗？谁再唧唧歪歪？我们平心静气的谈啊！你现在就叫猪八戒倒打一耙。我为什么会妥协？因为我不想跟你一般计较。你心里什么路数？你心里很清楚。沈宇，你现在敢不敢拍着良心说，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心里一直装的人是我，而不是他华伟林？伟明，伟明，你跟我撕破脸是吧？这么多年我给你生儿子，我操持家里，你这么对我，你是不是人了？你沈宇，你少来这套，那是我儿子，你非让他冲着谁的方向发展，你给谁圆梦了？不是说梦圆不了，而是梦醒不过来。你到老了也不会明白。回明，你就是一混蛋，泼自己老婆脏水特过瘾是吧？就告诉你了，就是因为华伟林，我们都因为过去遗憾，我跟顾小薇，我们俩，就这样，怎么着吧？爱收不收？不觉得我像恩公，他害怕吗？行，我今天就换张脸。老子现在就是混蛋，跟我回去。你看这，别想躲着做你的春秋大梦，你躲不了，你是我的。猪铁丝，我告诉你，我想怎样，只有我自己决定，谁都别逼我。
拿手指着我。我喝多了可是没底线的。我，朱铁四，我他妈豁出去，我他妈的受够了，我豁出去。老朱，你跟我耍混是吧？冲我来！我顾小薇耍混耍到大的，我怕你啊！顾总，喂，顾总，请问你干嘛呀？今天就把话撂这儿，谁要是逼我，我就让谁后悔。小薇，小薇，小薇，小薇。竟在这儿裹乱，这心底里就芝麻大的这么个疙瘩，哎，你们就拱拱拱拱破个大天去，哎，想过不想过了？这都女人闹腰是想男人抱吗？我跟伟林都快把她劝回去了，结果您来闹酒仗，这描述您可不是这形象，一个巴掌拍不响。要是都能在意点对方的感受，闹不成这样。原定生活琐事，非要追求思想性，这不就没边了吗？在情感的关系里，有些东西是很脆弱的，一点就着。不能把火往那儿引。谁是敌人？谁都不是，就是自己心里面说不出道不明的那点事儿。任你金钟罩铁布衫，戳准了都得拉稀。到这份上你也没离开，说明你醒悟了。浮在台面上的理由都不是感情冲突的本质。拘了十五天，我想了十五天，结果我确定了，我确定我害怕的就是这个。我害怕我认定完另一种感情之后，心中的那些东西仍然无处寄放，仍然患得患失，最终惹烦你了，你就也变了。就像魏明对沈宇那样，起初万千宠爱，最终小肚鸡肠。也曾爱他，天旋地转，一日不见，度日如年。你的一切吸引我，让我迷恋。奋不顾身，像飞蛾扑向火焰。为你付出所有，我都心甘情愿。也曾爱得痛彻心扉，早已习惯围着你转。
想要了断，分手又那么纠缠，害怕孤单，更害怕相对。这回我挺欣慰的，你留下了没走。都有人订我的画啊，我为什么要走？没错，拿起画笔，理想就一步之遥，有什么理由放弃呢？接受彼此，幸福就一步之遥，有什么理由放弃？从不平坦，谁不是激情回归平淡？我记得那年阿姨说的那些话，一个人没有方向，就说明了他连自己都不爱。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又怎么可能真真正正的去爱别人？他错了，一个人没有方向，是因为他太过溺爱自己。溺爱自己的人，太敏感，太在乎，害怕受伤，触碰不得，总想一笔画个完美，拒绝去修改，一叶障目的埋头在自己的情绪里，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不带这么批评沈宇的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相互做对方的镜子吧。为什么你都这样数落我，我都没关系？可是老朱跟我撒个酒疯，我因为你爱他，还是不够爱，肆无忌惮是因为习惯，所以忘记了在意。你用不着撇开自己，跟我没关系。你知不知道我跟沈宇？我知道，我飞不起来，你们就落不了地。所以这回你没走。我没走，是因为我知道这仅仅是个愿望而已，所以我不相信你和老朱和沈宇为您这么多年的感情会像看上去的这么脆弱。爱情到幸福其实很简单，繁中的安全感。本届花朵杯儿童绘画比赛，咱们魏博凡小朋友的作品啊，获得了最佳创意奖，为咱们幼儿园和班级争取了荣誉，为集体和家庭增添了光彩。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祝贺。好，博凡，快去坐着吧。我画的是什么呀？哇，树叶，树叶。对的。这房子是不是你给租的？大半夜的和他在房间里，是不是你？证据还不止这些啊，魏明。哎呀，这摆明了就是有人在搞我嘛，就是有人在背后搞我。进来。哎，方先生，您找我。魏院长呢，由于长期工作压力较大，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病理性的忧郁症状，所以需要离职一段时间进行调养。在他离职期间，文艺学院所有需要一把手处理的工作就由你这个副院长代理吧。哎，好。
这么轻易就把院长的位置让出去了？我现在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就只能吃瘪呗。肮脏，太丑。哎，你说就这么一亩三分地啊，也勾心斗角。我对院长这个位置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羞于当这个官儿。不觉得窝囊吗？沈宇啊，现在外边满城风雨呢，咱们可不能轻易冒头。那你就是窝囊废。魏明，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清白，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有人欺负我丈夫，欺负我丈夫就是欺负我。敌人已经宣战了，我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你，因为我们要应战，懂吗？国十条国八条都是为了打压房价，形势很严峻，所以我决定今年公司的购地计划全部终止，把资金用在企业转型上。凭什么呀？现在谁购地谁就赚钱，咱们退出不就是给同行让机会吗？干自己的事情何必盯着别人的盈亏呢？别人购地赚现钱，我们倒花钱搞研发了，你不觉得有点迂腐吗？夏薇，能不能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行，我目光短浅，真不知道2008年的时候是谁拱着你下决策把你拽回康庄大道。此一时非彼一时呀，顾总。一有个风吹草动你就开始哆嗦，我觉得你真是老了。我是老了，谁耗的？所以我说什么你都不听了是吧？顾总，顾总，集体会议啊，咱不带打私架的。我说什么他都反对，他是对事儿吗？他就是心里怨我，处处针对我。别这么想，制定决策要准许不同方向的探讨吗？哎，老朱，哎，老朱，老朱，你看这，哎，老朱，老朱啊，你说你怎么岁数越大越没涵养？完全是胡搅蛮缠，在讨论问题呢，跟你上纲上线，他干什么呀？哎，你也得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谁说什么的就烦什么，是我吗？是他呀，他老这样。老朱啊，可我怎么觉得，像你们这样就越来越像是夫妻了。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看，老徐，你说是不是？对啊。哎，你想想看啊，什么样的人才有这样的德行呢？夫妻关系才有呢。在外面，多厚德载物一男人，多风情万种一女人呢。哦，在一块儿了，就是你嫌我不好，我说你不对，啊，抬杠，啊，撂狠话。人家还最后怎么打吧，还都分不开。我们不是分开了吗？得了吧你，你们俩那叫分开。去年你们俩那叫相互耍混蛋啊，今年你们成了真混蛋了，吵架不分场合，不必老幼，算混蛋吧？混蛋到极点，混蛋至极。你就这样还叫分开了？你看人家真正的情人分开，那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那个叫华伟林，啊，论帅，够帅。你说论才情，人家可是飞速成功的青年画家，如此强敌在侧，咱小薇不是每天晚上还回他的单身公寓吗？哦，孤枕一宿。第二天跟打了鸡血似的回公司跟你拌嘴，什么样的关系才能有如此死皮赖脸的情操啊？夫妻关系呗。也不说清楚，我还以为你会拆别人呢。我的个人展呢，能拆别人吗？
怎么不接电话呀？有事回头再说，我约了人正准备去兜风呢。带我去兜风，不许说不。回家吧，都已经过了瞎玩的年纪了，何必这装呢？材料，还有照片，还有那女的，封口拔牙呀！啊！还一副这种态度，真是的！我当了官就可以搞不正之风了，藏不住了，被人揭发了，被人告了，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来。你说这干嘛呀？我说错了。我说错啥了？那小雨生孩子养孩子，家里所有的活他都揽在自个儿身上，不计辛苦的不就是为了让他在外面一心一意干事业吗？哎，这结果怎么样？空了闲了，整出这种花花事儿来了，你说小雨冤不冤得慌？他寒心不寒心呢？行了，都别火上浇油了。就我老公吃个醋撒个酒疯他敢，写个情诗泛两下春光他敢，真让他实打实的来，当场就吓尿了。好了，该接孩子的接孩子，该做饭的做饭，啊，别逮个八卦有眼放光，忙去吧。您能把那检举信给我看一眼吗？那怎么可能呢？这风口浪尖上，明的暗的眼睛全都盯着呢。再给我弄个徇私包庇的罪名，沈宇，我跟你说啊，那个写匿名检举的，明摆着是早有准备，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不知道。这之后还会不会有后手，我们也不知道。这当口，万一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还能罩着你家威名啊？啊，范校长，不会你也认为这事是真的吧？不是，他魏明他自己他也不吭声啊，这是没余力还没底气啊。我说句不得体的话，啊，这男人遭的事，女人别掺和，越掺和越乱，啊。我能怎么做？就算他再不是东西，他也是我老公啊。是校办先来找的我，匿名信上写的清清楚楚，我扛不住。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我就是一名学生，我还指望这张文凭呢。还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吗？那个时候
你在网上爆了魏老师跟我前夫的一些事儿，闹得满城风雨。当时我是怎么对你的？你不能不讲良心吧？这之间有逻辑关系吗？行，咱们就事论事。他们给你多少好处？谁呀？支持你的人。别说你们不是一伙的。我跟谁一伙了？裁掉魏老师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别血口喷人，我只想知道多少钱可以让你不顾廉耻的出卖自己的人格，出卖自己的尊严。这就是男人，这就是你们男人。沈宇为了大义，是非不分，脸都不要了。可魏明他就还揣着个华伟林过不去。女人做什么都是为了男人，可是男人呢？你们男人从来都不会体会女人的付出。不是，现在在讨论公司转型呢，你讲什么故事啊？意见已经很明确了，我不同意。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诫某些人，不要因为被反对就故意歪曲了我的用心，给我上纲上线。干，这会没法开了。朱铁丝，你什么态度啊？啊，我为谁呀？啊，我为谁呀？我忠言逆耳遭讨厌的为谁呢？我才多点股份呢。我说你都这把年纪了，你为什么不做一些熟门熟路的事情？你怕调控政策有杀伤力，我还怕环保研发血本无归呢。新科技那都是双刃剑，搞不好就成无底洞的这种案例还少吗？我可见过你清零的时候是什么样。还怨我啊？还怨我耗你到老，闲在家里头浇花弄草的时候是谁陪在你身边呀？啊，落魄的时候是谁不离不弃呀？你还怨我？你怨我？婆家人面前就素昧去，小夫妻吧。是夫妻，这急了眼了，都敢向命门上捅，这捅多狠，都是皮糙肉厚，伤不得筋。这才叫夫妻，你跟沈宇吧，他共勉啊。那你也不能当着众人的面数落我呀。什么叫夫妻？你容我闹腰，我才敢为你跳江；我冲你耍混蛋，你给我万丈光。这才叫夫妻。你跟朱总朱铁四好好学学吧。真没想到一画展变成这么热闹。想想黄老板就好笑，你说他得谁跟谁说梦想，忙到坏了。扬眉吐气嘛，都说除了咱公司没人看好华伟林，结果作品上了美国刊物，立刻蹿红。对了，他确定是要来吧？昨儿就约好了，画展第一天事儿多，估计闭馆前他都脱不了身。现在敢甩脸子敢骂人，真不要我了是吧？你信不信，今天是我策划好的，我保证人物里头处处有惊喜。喂，伟林啊，什么？你来不了了？行行行，你忙，你现在是名人了吗？
来就不来嘛，咱俩也可以。不是策划，策划都已经挺好了，临到跟前啊，临到跟前他就跟你变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堵不堵，难不难受？既然挺好的，就不要受他影响嘛，啊？他对我们很重要。那咱啥路子呀？他很重要。我本来是想在浪漫的灯光下面，我拽着华蕾琳的时候，我跟你说，他飞起来了，我落地了，他单身依旧，可是我却还死乞白赖的黏在你的身边，所以你尽管放心，听我的，我顾小薇从来都是对的。有什么必要吗？我和你之间需要华蕾琳证明什么吗？不是证明，我是希望有一个人过来见证。小薇，你要觉得我对你们有疑虑，那你就太脆弱了。你说什么？你是你，我是我，你需要肯定，而我一如既往，我没你那么脆弱。你知道我想让他见证什么吗？我想跟你求婚，我想要一个重要的人来见证这最重要的一刻。小薇，小薇，小薇，别，对不起，对不住，对不起，是我错了。我算是见到真嘴脸了，你处处跟我过不去，事事看我不顺心，你就是憋着那点小人之心过不去呢。哎，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这样子。你跟魏明就是一丘之貉，区别就是你比他还要能装。我没有啊。你什么没有？你别扎，别扎，千万别扎。仍然是美好的一天，你要相信我，也是有浪漫的一面的。能力不？能力不？你等等啊！地方总在心里珍藏，那么久远却无法遗忘，有段时光总忍不住回望，心上的人儿不知在谁身旁，有朵花儿总在心中绽放，那么甜蜜还带着感伤，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爱过就不能忘，是被他捆绑，爱过就不能忘，思念刻在心上，日久天长你变成了信仰，有朵花儿总在心中绽放，那么甜蜜还带着感伤，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爱过就不能忘，回忆漫天飞扬，越想隐藏越是被他捆绑，爱过
见了谁。